都不会。有没有这么晚啊？这样很容易失误。你是怕自己 gank 被 gank 吧？好吧，那我帮东汉打久一点。他被刚了。我死了、啊。我不会死啊！他点 Q 呢？他点 Q 怎么杀？这个拉，不要说，跟着剁。啊，白痴！我被人家 low， 我被人家 low out 了啊！那下路开始输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有。你为什么要听那个智障讲话？卖面包的你也听？对面也是这样子插、啊，对面也是只剩一个眼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下路就是要被一个 low out 啊，你知道吗？等下输线来骂我。等下过去就是他们先两等，我们才一等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差距有多少吗、啊？啊，你现在就跟断线没有两样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那个洗个血，我们洗个血，洗血、啊，不要杀，就是苦干吸血，超强，干我你跟你讲，超五烂，不要，冰箱过来，哎、欸，蜘蛛在冰箱来，冰箱来，对，无言。妈的，打比赛，那打比赛第一次看到两这边两个两等，我们还在一等。靠腰嘞！我那个第三招和 Q 可以同时用吗？你要单挑、哦。一等而已。过来啊！烂比赛。我这里大概有个十七八只兵，我怎么过去？靠腰。Bot open 啦、啊，白痴。他早晚会推进来的，什么 open？ 我个赛啊！推进来，兵都快掉光光了。蜘蛛啊，你没普攻。蜘蛛应该不在哦，他应该四狼跟三，四鬼跟三狼。四狼跟什么东西？你刚想讲什么？啊！第一次比赛被人家弄out。嗯、啊。哇、啊！哦吼！哎、欸，我们辅助消了，不然。老兄，你要先打、啊。蜘蛛在上、啊，你怎么会相信那个人的屁话、啊？没不写招式，就是被人家打假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哎、欸，其实我想投降了。投降？娘啊嘞、欸！你不要一直收税啊、哦！我的 CS 已经输五只啦，你再收下去越输越多啊！我整个被压爆啊！白痴，就没有补血，就跟你讲不用去摆那根破眼了，我又不会输血。你不要，你没摆那根眼，到时候被 gank 啊。我觉得下路可以打吗？这个血量怎么打？我觉得不行。那个东海，你去帮他撑一撑啊，就是露个脸，然后把那波清完，先让下路回家。啊，我刚刚被屌了。先让下面撤，先让下面。还给我精英观念，干！蜘蛛在上路蹲呐、啊，哇操，给面子啊！废话，下路完全没压力的。塔杀、啊？不会啦，看他是那、這个蜘蛛弹塔弹个三下就升天了，塔杀。哎、欸，蜘蛛就不用弹塔就可以杀人，你不知道、哦？不要让他晕到就不会被塔杀了。真的是，我觉得现在可以打，东海可以打，东海可以打。现在状况其实不太好啊，他这样子。那榜要吧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哎、欸，加罗直接往他脸上敲了。拖起来，拖起来，他没闪现没一，他没闪现没一。这一 Q 二连，还回头靠，根本就是有病。都谁有病？加入那个 AD 啊，我去放人。可以够，对，杀杀杀！啊，你怎么被塔杀了？你不是不会？欸、不行不行，不要！啊，你说不会的。太远了，他刚虚，他那个补血太 OP 了啊。你每次都说不会。每次都被塔杀，他每次砸，这是我们第三次哦，伤要爆了、啊，哦单杀、欸、好神哦，神怪猎神输出神超过，他是小护士啊为什么会弹到死掉？我们这是在打比赛吗？请问一下，不是在打什么比赛？不知道。我说你打的一定是嘴炮比赛啊，你那张神嘴各种喷啊，干还不是跟你训练出来了，那叫什么，我是杨过，你是小龙女，你是小阔野，我是杨过，你是小拓野，
我们修炼的嘴炮，看他 CS 要二十支，都修了。两个耶，啊，你有一个头，一个插在这里。那个东海练四鬼的时候，从左边练哦，因为他插在这里，左边看不到。你从右边的话，就被看到。哎，二阿成没闪。可能会为了给一个人三一次可以用三招，我可能会把第三招调成四十吧，只是只有第三招而已。他们这边有一个眼，要靠自己按。那眼位，其实可以再打一套。不行，蜘蛛一定要上啊！你又来，蜘蛛一定要上。我塔推掉了，我血剩这样子。那你可以去吃三塔啊。因为他会推过来，我就想说不去。就去吃三郎呗，他还在练红吧？那边有眼，对啊，他应该亮 buff 吧。Tradition is the cause of wisdom。我怕他六转的，我怕对面转过来。他死不露脸，我觉得蜘蛛真的在上。没有，因为我刚二大师换到都没闪现，然后都闪血，他二大师继续冲。他二大师怎么还有被动啊？他没有，他第一次用掉，哪有没有啊？他现在有被动吗？没有。他刚塔到我用掉了。白白没有，红才有。红怎么办啊？他竟然六等。居然追加大，居然打我们吃了死。追加打没？刚换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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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蜘蛛在上啊，不然蜘蛛就断线了，断线就暂停了。没有，看他们要吃小龙啊，靠腰，啊，蜘蛛在下，他们吃小龙、啊。你去乱啊！你有大怕屁哦？我们来。我去乱，我去自杀哦！他们状态那么好。那我，来啊！开刀队，我是杰哥哎。他没大。他闪现失误。闪现失误。杀！不要！杀生！阿生有病，他生病了，等他，靠腰了。他们的失误也太大了吧，有点猛他们吃龙吃到被驱魔 kill 啊！他们有病。他们刚是怎么了？他们忘了去卖面包了。没有，我跟龟狗去吃二十，他以为我们回家，结果呢？然后就一个神抠，直接抠，然后我们回来，他们就耍了，这个蜘蛛闪现失误，然后过来吃我招。好爽，他忘了卖面包了。然后那个纳米，肥仔，我们快 S 了，你快跑啊！你自己加油，往这边跑。来上塔，我可以推掉，他没有病。我觉得你的杰好像比那个贴身中路那个还强。哈哈哈！哈哈！贴身中路，我根本就是神啊！哦，要看我们下路 carry 了。无言，拜托吼！我那个吸血鬼跟那个蜘蛛，就是我让头的，我就直接卡到一滴血，我们没过去，谁还在那边啊？那个拿守得住，那不行，那守得住。真快了，真的，我刚才解脱。人家才五等，你要吃什么龙？那你用走了上来，上塔我推掉了。OK， 也可以搓一波啊，那个二煞师。等一下，那二叉师也怪怪的、啊。对、欸，那个鳄鱼现在吃龙啊！哎、啊，我是模仿好这边。他们没 JG， 你为什么没跳的、啊？他二叉师变成 JG 了。鳄鱼现在吃龙，大鳄鱼对不对？没有眼，哎、啊，烂的，超搓的。可以。啊，那个有病吗？哇！刚我不能关掉，我刚被泡泡。蜘蛛在上。你看中路有练哪几只啊？阿杰、酒桶、维克特 ，OK， 大概是这三只吧。你玩中好了，我觉得我这个账号上路我也可以各种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来打辅助啊，那个杰西卡这里有人，怎么我来打辅助太浪费啊？拜托，你有听到最强的人打辅助吗？绿茶啊 ，Made Life 啊，绿茶 ，Made Life 啊，绿茶 Made Life 啊，那么强，那个贴身的辅助啊也是啊。你有听过最烂人打中路吗？有啊。有啊 ，Regional 几个 Regional 都是啊。对啊。你骄傲吗？他们好多在等你哦。我去清上啊。不，你知道你奇才是什么吗？
七下一次被塔杀一次，你直接死吗？赢那么多啊？因为这个兵你再吃下去的话，大家吗？因为刚刚那个去往去下路，对啊，他刚跑去下路啊，然后我的推上塔是这两个，这上次被我追啊，然后哎，蜘蛛蜘蛛，我帮你挡，你有杀是怎样？串他串他串他、他们很多只哦，我再推一波，我要下去。不行啊，我隔壁。哇，你怎么闪进去了，帅哥？哇！但对面，我觉得对面好像铜牌哦，超级好笑的。啊、你要下来这边补位啦。啊，没有，他在推兵线，怎么补位？补位是你的工作啊。我才刚回家哎、欸。没有，我说正常来说，他在推兵线。你直接把卡砍掉。我知道了，那个兵又还没进去，我不想。你 Reginald 的、欸，哪敢泡你？你那个队长哎、欸、，Gaming House 你做的、欸。钱是你出的、欸，你老大呢、欸？有钱的是老大。嗯，阿龙、欸、，I say fucking sorry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压中塔、啊，哎、啊，统城就在下清兵就好。你要死啦、啊！哦，好上掉了。我觉得他们的阵容真是扛着。打赢他吧，他七人而已耶，我们七人呐、啊，我们很多人呐、啊。我们有很多人呐、啊，我们还多一只哎、欸。哦，要单杀吗？单杀了啦，他没有贴，他没有掉，他没有双掉了。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我把 AD 过去 ，AD 在耍白痴 ，AD 在这边。直接上啊，他们只有两个人呐、啊。他们是不是寡点？没有，他们退了，他们回家。啊，我们直接推中了，不要给他们面子啊。快点打一打，回去玩 solo Q 啊！你点一下，我不要再 solo Q 啦，这一直掉分啊，掉分，怪我喽！放羊。昨天。我、哦、尿，你也太痛了吧！三项啊，三项啊！怎么样？也是 SO 酷奇王哎、欸，哪里他们怎么顶得住？哦哎、欸，毒死了！他闪现大、啊，有伤害啊！我有点有天分。有蓝，你们拿！我们就要跑掉。掉。中塔要爆了！我操、啊！听不到他。中塔。不要救他！不要救他！哎、欸，直接打！都惨了，啊，哥哥没魔，不然，哎、欸，哥哥有魔，我错了。嗯、你说啊，那个二三四是去哪了？巨人是怎样？他到我家。二三四不是啊，我看。他直接。我去。我们那个、啊。你满血去一下好不好？我推完要回家啦。啊哦。直接推掉，没人可以守。一七二三。我要去买装。现在怎样？压中哦，还是等小龙？可以压中啊，凯特，你中还在热色装，根本就没伤害。走，凯特，你很吃装啊，直接压中了、啊，我都三项了，再打一波吃龙。一七二三啊，我们中路压一波的，然后可以吃。哇，看你嘴炮上下，打啊，没优势哦。哎，对，对面我们可以点。那是开场有人在耍北齐妹，是统神啊，是吧？好猛哦！手炮不会玩，你怪在我头上。啊，你这肥宅气！哈哈哈，那谁说的？啊，他不在骂你，恭喜他。看来吧，就给统神推就好了。他们有人扫，我们就推他。这个姐的，那不是这个二加四天生地还很少。哎，闪现过来还送头啊！
杰西卡，杰西卡，哎，躲蜘蛛哦，杰西卡先跑，杰西卡先跑。杰西卡，看你被炸死。哎，我刚才先回吧。不要，我刚才想要断他们后路。不要断，那个纳米死定了，不算。没有啊，他刚才在那边打，他们全部都卡在这边。那个截在下路推，没关系，我们压压兵就好，让他停掉，我们点不掉。哦、我们只有我是员工而已。他有病，杀他。他死定了。现在不用打，他死定了。他给，我可能没挡到他一点挡不到。开他，开他，你直接阿丁去开他了。点哦。哎、欸，你笑泡泡无言。反正我们香味快破掉了。哎、欸，杀他、啊，帅哥！踩到夹子，踩夹子厉害！我又饿了，我一次又一次泡泡，然后又踩夹子。这夹子这么多，很难不踩到啊！哎、欸，那个先给复活，先给复活，先给复活。杰哥，哦 ，Baker， 哇 ，Baker。霸气四溢，放屁乱臭。你是 Faker TW 吗？怎么那么强？你十四趴的角色这么猛啊？他是 Faker TW， 还是什么？还有什么意思？巴克 TW， 去弹一下、啊。那撑不起你嘛？先挖小牌了。干你娘！刚杀，刚杀，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。我一。杰西卡，你稳死了！你过去刚他、啊，他要血值，刚也干不到。你去送头哦，炸掉啊！红 buff！ 我来了，老大，你自以为Dandy 啊？你在摆 pose 啊？Joker！ 好神 ，Joker！哦，好呛，还在那边抖哦！你没有笑啊？哎呦，好神哦！哎呦，好呛哦！哦，我们在打 NG 哦。啊，没有打低端场。那边。快推一推啊！凯特琳就是最怕没带对方的装备，他没装备。他现在要一把暴风棍。凯特琳没无尽都是智障啊！他现在有无尽也没用啊！何况没无尽，他连破风都没有，你要无尽什么？他点你都点不痛啊！他点你点半小时，他点不掉了。太久了吧？杰西卡出 AP 装啊！又打起来了，我来。We don't need a Faker， 然后被我们炮死。Faker 表现啦，进场表现啦、啊。你还真的进去哦？脑冲吗？会跳起来的。我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。我来，兄弟。哥哥尾刀，哥哥尾刀了。啊，狙击。炮嘞！哇！啊我死掉了，压到他，我废了。他有光盾啊，我以为烧得死。马来西亚，我完成你的那个遗愿了，帮你杀到人了。不好意思，啊，随便打，随便赢啊。好。差一个鱼，哇！你先跑，我鱼，来了，扛吧！先退，他们人多。来了。真的是小龙那波，他们真的从战术执行正确变智障啊！我说他们刚，我觉得他们等级也太低，就直接吃，有点惨。我输先知，不好。
他真的以为我们回家，就我们只是为了六等，然后去吃那两个小石头。啊，六等过来轰炸了。我跟你讲说，我们两个都想说，我们两个都要六等，那去吃那个好。哎，智商压制啊，阿生自以为屌抠。不要换人口短，不要换人口短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换人口短。阿生，你敢？那天使甲很有钱哦。啊，他只出了个海神符，没有春秋的时候。打他啦，有病。没死没死没死，好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好痒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枪怎么死了？马上阳痿了，他的枪。然后他被血鬼吸，他被血鬼吸。没有，我被点燃到40那个他那个烧40滴，我剩37滴，最后一下被烧到。呀，上了兵。欸，你知道天使甲一买出来又没屁用欸。蜘蛛四秒，蜘蛛不我。抖机机嘟嘟大神。哦，救客！啊！把他关起来，把他关起来干嘛？Nice，Best Jungle，Best Jungle， 知道了，白痴那个我不去才会死好不好？把他关起来好爽啊！但是我关起来想说看可不可以，我跟他一起先干掉蜘蛛再一起跑，其实差不多秒不掉。反正其实这样爽啊，把他关起来死更爽。啊，其实这个不关也死定了，但他关了更好啊。关了就有一股莫名的爽感。真的要打我要等。等级是很重要的，这游戏是很吃等级的。上去哦。对。那个蜘蛛。我 bait 他们。不用了，我先去杀掉，应该不中，一定。直接上的 GG 了，他们两个都是飞起来掉下去的那种，已经蛮 OP 的。啊，你菜啊！你阿凯特林好不好？飞过你坦塔啊！我知道。我说让他进去杀，就要走出来。哎呦，复活了！我们直接吃啊！直接吃啊！这个他们爆下路一定要一个人守。谁上啊？有个智障死了。抖机送头大神。嘿嘿 ，TSM， 中路又饿了。啊，我还要俄语了，再存一点钱。我等那个吗？等一下，那个等我们的 Regional， 对啊，我们的 Regional， 台湾飞腾，怎么了 ，Regional？ 怎么不讲话了？他觉得这场太无聊了、啊。对啊。他说起码也要飞克在对面。随便啦、啊，你们随便推一推啊，感觉真的可以直接冲塔了。干嘛、啊？那个塔，反正下路也没有那个，我们真的就直接中路，然后直接冲塔了。这么不给面子哦！龟哥，我们来二打五啊！
等一下，我没有鹅鱼啊，等我快差一百块啊，再充个钱、哦。你还回去出鹅鱼哦？会不会死？这一波啊，都出五技了。那不要不要不要！嘿，东海都在出出出了，完了。留个头啊，没捡啊。可是哦、啊，我们法师名就没有很多，可他们缺出一堆魔法。而且二三四怎么出这种装、啊？他们都是开战用的、啊，双速火。可是他们伤害不够，还出开战装。哦、啊，他们伤害不够，开战也没用啊。他那个吸血鬼啊，然后跳进去打你。那二三四就吸血鬼出而已啊。二三四逆风版就不强啊。吸血鬼振奋本来就装火。那为什么刚陷阱这么久？是错觉啊！下路啊，下路，你怎么了？下路要复活了，下路要复活了！你们两个点钟啊，我去帮他们弄一下。欸、你用种子可以扛塔吧？可以吧？一下弹一下。没找到。这局闹，又脑抽。哎，这酒驾没有。他复我两次，等他起来啊！在按了以后会有一招袭击，对不对？他你干！啊，一个拉死了，一个拉死了，救他一命啊！看到另外就是原本模式的时候，两招会有七招，一招在袭击。可以再射我，好像是。就是，我是用第三招让跌到五层，然后我 Q 按。当时一起按的时候，按出来就是变回原本状态的时候，会有一招 CD， 就是就按同三的这两招，有一招会 CD， 不是，就是总共是两招，我只是说我放了两招有没有 CD。好 ，Free Win， 记得拍照啊，对方就有路了、啊，这么多人见证还要拍照吗？他说那个档案哦。等一下，万一对面我们拍到对面扯又扯出他们赢了，不会啦。啊，你上船了，杰西卡，你都没有责任。杰西卡，你上船吧，都没有责任感。截图，你只要拍那个结算画面就好了，上传什么 RP 啊？结算画面要拍啊。啊，你没去了。结算画面就好了，不用 RP 啊。啊。